好，来看到这三张照片，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就是纳豆嘛？只是呢，好像加了滤镜，有一点点复古风哦。但其实呢，这三张并不是纳豆，而是呢纳豆的岳父。岳父年轻时候的样子，怎么长得跟纳豆那么像呢？哦，其实呢，妈妈都认错，一度以为说是儿子，还是呢跟纳豆爸爸讨论了半天，才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拍的。那么相似的程度呢，连本尊都说都怀疑呢拍过这样的照片，而且表示说以前呢不相信平行宇宙，直到呢粉丝传给了他岳父年轻时候的照片，他就相信了。